是娄静雯做的事，娄静雯没这个胆。我担心的是，如意碰上歹徒了。啊，你是说，如意碰上盗匪，被盗匪抓走了？要不然还会有谁呢？如意是被潘太守身边一个叫任面人抓走的。啊，卢哥，别再喝了，再喝会醉的。梁兄，让他喝吧，一醉解千愁啊。如意，我对不起你。 连你都照顾不好，我算什么男人？我不配做你丈夫啊，陆哥。原本是一对幸福快乐的夫妻，想不到会变成这样子。老天爷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？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？你要这样惩罚他们？到底为什么？
怎么了？陆哥走了，他去找如意了。啊！山伯，英台，我走了。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我到朝阳府找如意去。顺利的话，三天后我将带着如意回来。如果没有回来，表示我已经遭到不测。请你们念在好友的份上。 随便找块野地把我葬了。两位好兄弟，认识你们是我的荣幸。愿此生还有机会与你们畅谈欢笑。挚友，陆秉章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只叫人。 你醒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朝阳府。没错，你早就该来这儿。美人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！你不要靠近我！你怕什么？你本来就是要嫁给我的。不，我已经嫁给了陆秉章，我是陆秉章的妻子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 这条心不顾我吧！美人，今天就咱们俩洞房花烛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男主会看上你，你上辈子受男人不敬，你可不要见酒不吃吃罚酒。 如意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的跟着我，我保证让你过好日子。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来人啊！这里是朝阳府，让你喊破了嗓子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大嫂，我求求你。 不偏之谓忠，不义之谓庸，忠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。祝英台，中庸之道何以不能广行于天下？祝英台，老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梁山伯，我刚刚说什么？老师，能不能请你再说一次？
哎，你们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？大家都这么专心听课，你们两个却在那儿发呆。哎，陆炳章呢？怎么没来上课？老师，陆炳章生病了，他托我请几天假。陆炳章身体那么强壮，怎么会生病呢？朱云台，嗯，下课后来找我，我有事问你。哦，是老师。老师，师母。嗯，坐吧。哦。朱云台，不，这不是课堂，放轻松点，坐，快坐。啊，学生放肆了。朱云台，听说你是江苏宜兴府人，令尊在江苏从事何业啊？学生的父亲承袭祖业的田产，目前已收租为业。嗯，这么说是地主喽？家中有些什么人呢？除了父母，还有一位兄长。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？啊，哎，对对，还有个妹妹。那你们家长辈有没有跟你结过亲呢？没有。哎，老师和师母为什么突然间问起学生的家事啊？那我就直说了吧。朱云台，我听说你跟丁香走得很近，我跟你老师啊都挺关心这件事的，所以找你过来了解了解。是啊是啊，你知道丁香啊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们做父母的啊当然希望女儿能找到一个好归宿，我们不奢望对方是什么王公贵族什么大富大贵，但至少的门当户对呢总要顾到嘛，所以呢我请等一等，请等一等，恕学生打断，老师和师母找学生来是谈我跟丁香的亲事。你这么说也可以了，也可以了。虽然我对你了解还不够，但是啊，你在学堂的表现呢、啊，让老师十分激赏啊。希望你能找个机会，请令尊令堂到书院来，我们两家人可以相互认识、相互了解。到时候，周云台，丁香跟我们说你挺喜欢他，我想。既然你们年轻有心在一块儿，我们做长辈的就尽量帮忙，就像我们帮助陆炳章不容易是一样的。这但是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啊？老师师母，你们误会了，学生和丁香的关系并不是两位所想的那样，纯粹是丁香小姐她单恋我。啊，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说我单恋你？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都是我自作多情？丁香，对不起啊，我早就应该跟你说实话了。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妹妹看待，是你误会了。祝英台，你欺骗我啊！你对不起我！什么？你在老师面前拒绝了丁香？啊、哦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公子啊，你早该这么做了。哎，一心。你们家公子闯了大祸，你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呢？哎，本来就是啊，我一直以为啊。宜兴，没你的事，你先出去。出去？出去做什么啊？哎呀，叫你去你就去啊！哼。哦，好吧，不管怎么样啊，总算解决了个问题，我呢，终于可以松口气喽。贤弟呀、啊，你怎么可以对丁香这么无情呢？怎么还能说丁香是自作多情呢？我知道我说的那些话太绝了，可是我必须要这么做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自从如意出了事以后，我看陆炳章伤心痛苦的模样，我的心里好难过哟。
我不希望这种事情有一天发生在丁香身上，所以我必须趁这个事还没酿成遗憾之前阻止丁香喜欢我。那你可以一开始就拒绝他，为什么逗了他半天就连老师和师母都认真了？你的一句对不起，这是一场误会，你这就等于玩弄了丁香的感情嘛，甚至连老师师母都被你耍了。哎，我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，有些事情你不懂的，我也说不出口。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丁香好啊，而且如果陆秉章和如意在这里的话，他们一定也会赞成我这么做的。陆秉章跟如意在，不骂死你才怪。哎，不会的，他们了解我，知道我，他们会支持我的。好，我问你，你对丁香到底有没有爱？我们之间不能有爱。为什么呢？我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连我都要隐瞒啊。哎呀，梁兄，你不要逼问我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你，哎，贤弟，我突然感觉跟你之间变得好陌生啊，我完全不了解你这个人啊。哎，梁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给我点时间，等时间到了，很多事情就会豁然开朗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才好。丁香，丁香，是娘啊，把门开开啊。丁香，把门打开，爹要跟你说话。哎呦，你这么凶，他怎么敢开门啊？去，真让我来。去。哎呀，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丢脸丢到家了。哼。丁香，你爹走了，让娘进来吧。丁香，我恨你。丁香，我恨你啊。丁香，开门吧。谁是？哎，老大，不好吧？这是陆秉章的宿舍，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呢？陆秉章啊，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他回来，快过来，过来。陆秉章，哎，我今晚你在窗下干什么？你这小鬼，谁叫你传进来的？我是来找陆老大的。呸！什么陆老大？陆秉章已经离开书院，这里啊，以后就是我的天下了。我楼进门啊，就是这里的老大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尽管来找我。哼，找你不是找孙云凯？喂，你说什么？你欠扁啊你！哎，楼进文，你干什么？孙云凯，楼进文打我，帮我打回来。陆秉章不在，他敢吗？你们两个跑进陆秉章的宿舍做什么？关心嘛，大家都是同窗，对不对？陆秉章出了事情，我们总该来关心关心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陆秉章出了事情？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娄静文，你对陆秉章的事情知道多少？说。哟，陆秉章不在，你变得那么嚣张了，滚开！你，贤弟，陆秉章回来了。陆秉章回来。快跑，他到你房间找你，你就在这里。他跑了。哎，梁兄，陆秉章真的回来了。我吓他的。哎，贤弟，老师有事找你。是不是关于丁香的事啊？还会有什么事啊？不如你陪我去啊。走吧。老师，师母，朱云台来了。老师，师母，朱云台，我女儿哪一点不好啊？要受你这种侮辱？老师，请听我说。还说什么？我今天看上你是你三生有幸啊！你太不知好歹了。老师看上学生是学生的荣幸，但学生未得功名之前，不敢轻言婚事。那你可以这样说呀，为什么要口出恶言侮辱丁香啊？朱云台呀、啊。我一向都把你们当自个儿孩子看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丁香
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师母，老师，请息怒，一切都是学生的错，当时实在太突然，我没想到你们会突然提出要我跟丁香澄清的事情，所以我一时之间不知所措，以至于无伦次，伤害了丁香小姐。你不止伤害她，你还得罪了我们两个。学生知道，所以我来这里想请老师和师母原谅，希望两位宽恕学生的过错。哼，你简简单单的鞠个躬就没事了，我们丁香怎么办？是啊，丁香到现在不吃不喝，把自个儿关在房里，让我们怎么叫门她都不开，真是让人急死了。既然事情是由我而起的，就让我去劝劝他了。你倒是告诉我，你怎么劝丁香？我可以向他道歉。道歉？那还是拒绝他吗？我看你省省吧，别再伤害他了。我没想到丁香会这么难过，看来我是估计错了。这些错误其实可以避免的，我也提醒过你，是你不听的。好嘛好嘛，我跟你道歉可以了吧？对不起。哎，你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。哎，我也想向丁香道歉啊，可是就像老师说的，我去道歉反而可能再伤害了他。哎，梁山伯，你去帮我安慰丁香好不好啊？自己闯的祸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求求你嘛，拜托拜托啊！懒得理你。哎，不理不行啊！怎么说，我们两个也是结拜兄弟，我出了事，你也要负一半的责任啊！哎，这是什么结拜兄弟啊？好事没养，竟是闯祸，还要我帮你擦屁股啊？哎呦，拜托拜托，求求你，兄弟！你呀，这是造孽啊！丁香，丁香，我是山伯，替你开门好吗？我想跟你谈谈英台的事。丁香，你不开门的话，那我就在这里说了。英台是我的结拜兄弟，我非常了解他，他绝对不是那一种会欺骗女人、玩弄女人感情的负心汉。他之所以会拒绝你的感情，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。至于是什么，我也不清楚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的作为已经给你造成伤害了。作为他的结拜兄弟，我要代替他向你道歉。丁香，梁山伯，是朱英台叫你来的吗？是我自己来的。丁香，英台他不是有意的。梁山伯，你不用替朱英台说话。事情发展这种地步，算我自己遇人不熟啊。不不不，英台不是那种人啊。梁山伯，你没有爱过，你是不会懂的。被自己喜欢的人当面羞辱，那种感觉就好像锥心刺痛，会让人心碎的。丁香，对不起。不用给我道歉，这不关你的事情。这封信麻烦你交给朱云台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自作多情去烦他了。丁香，我吃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会不会下棋？哎，梁兄，怎么样？见到丁香了没有？见到了，他的情绪很糟。这是他托我带给你的信。哇，还写信啊？那真不死心！哎呀，怡心，错在我们，不准你有这种态度。梁兄，你帮我读好了。早是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啊，到了，丁香他公子，他怎么了？哎，上床解腰绳，自经屏风里，化作北辰星，千年
目转移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公子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丁香他，他要自尽呐！啊，证明他对我的爱就像天上星辰一样，永远不变呐！哎呀，丁香，快啊，快啊！没人呢，奇怪，上床解腰绳，紫金屏风里就是这里啊。哎呀，不在房里会在哪儿呢？上床解腰绳，紫金屏风里化作北辰星，千年无转移。哎呀，上床解下腰带，吊死在屏风里。床，屏风，啊，有了，大地为床，树林为屏，走，就是树林里。朱云台，既然我不能跟你长相厮守，就要把我的心意寄托给天上白云。但愿有一天，当你仰望天际的时候，你想起有一个人曾经为了你而走上黄泉路。丁香，丁香，丁香。丁香在哪啊？贤弟，啊，这树林太大了，我们分头找吧。丁香，丁香，丁香，小姐，好可怕！万一丁香真的死了怎么办？你不要吓我了，快去找啊！丁香姑娘，丁香姑娘在哪儿？丁香姑娘，娘。感谢你们对女儿的养育之恩，女儿今生没有办法好好的侍奉你们，只好等来生了。你千万不能死啊！丁香，朱云台，丁香，你醒了，他醒了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朱云台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你既然不喜欢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应该让我一走了之的嘛。丁香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样对你的，我不应该故意说那些话去刺激你，我太不应该了。可是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嘛？我或许傻，但是这一生能够爱这么一次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美好的日子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不爱我，能被你这样抱在怀里，我死也心甘情愿了。丁香啊，丁香，我看你爱得这么死心塌地，让我好心疼啊。可惜我不是个男人。公子，银心，事到如今再瞒下去就要闹出人命了。算了算了，到这一步我顾不了后果了。丁香，我要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跟银心跟你一样，都是女儿身。朱英台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你不要这么可笑的理由来唬我，我不会相信的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都是真的，不然我证明给你看。
我必须拒绝你，不能接受你的原因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哎哎，丁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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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贤弟在那边，快！贤弟，贤弟，丁香他，丁香姑娘，你是个好人。天哪、哎、小奥小公子，丁香他没死，他只是晕过去而已。银心，我们把他带回去再说。让我来。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小心点。啊，吓死我了，要是丁香姑娘真的出了事，我们怎么和老师的师母交代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这里没你们的事了，你们走吧。啊，不，贤弟，我不能再让你欺负丁香了，我要守着他，他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。梁兄，梁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不会再让丁香受任何刺激了。我跟你保证，所有的事情到今天为止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。我还是有点担心。就算你担心也没有用啊，这是我跟丁香两个人的事，别人也帮不上忙的。希望你能圆满解决这件事。啊，会的，会的，你放心了，没问题啊。四九，我们走吧。放心，我会照顾丁香的。丁香，丁香，小姐，少爷。对不起，为什么用这么恶劣的手段欺骗我？丁香，这件事情实在是说来话长。我是一个女人，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梦想着能到书院来读书，可是书院又不收女人，我只好易容改装变成男人混进来。但是我又怕别人识破我，所以只好借着跟你交往来掩饰我的身份，没想到却弄假成真了。祝英台，你害得我好苦好苦，我全心全意地为你付出，没想到你这么自私，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践踏别人的感情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我只顾自己，却完全不管你的感受。我会为这件事情负起责任的。明天一早，我会主动禀告老师和师母，然后收拾行李离开书院。啊，小姐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丁香，希望这样子能消弭一些你对我的恨意。你对你的恨是永远都消弭不掉的。可是我怎么恨你呢？你是个女人，我恨你不是太可笑了吗？这实在太荒谬了！我爱了半天，才发现我爱的人跟我一样都是女人。爱也不是，恨也不是，这实在太荒谬，太可笑了。丁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朱云台，你不用再道歉了，你本来就不能接受我的爱，我对你的感情说穿的只是一个笑话。幸亏今天救了我，又把真相告诉我，不然我这一死不是太冤了吗？殿下，你不生我的气了？我要跳出这个漩涡，我不要再为情所困了。殿下，啊，对了，我爹跟娘知不知道我上吊的事情？我们都不敢说。殿下，你会不会告诉老师我们家小姐的真实身份？
要让他们知道我爱的是一个女人吗？太丢脸了。丁香，朱云台，你放心的读书吧，只要这件事情变成我们两个人的秘密。丁香，太谢谢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用谢了。既然我们无法成为恋人，就让我们成为好姐妹吧。好啊，丁香妹妹，丁香姐姐。那我呢？好迎新啦。在这大吼大叫的，你们让开！我不想伤及无辜，我只要潘太守人头。陆秉章，好久不见呐！姓潘的，容易的，把容易交出来。陆秉章，你跑到这儿来找我的女人，太好笑了吧？她不是你女人，她已经和我成婚，她是我妻子。哦，那就奇怪了，如意既然是你的妻子，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，还跑到我这儿来找人呢？是你把她挪走的。没错，是我拆冷面把她找回来的。如意原本是我的女人，却在我迎娶她的当天跑掉了，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她找回来，这只是物归原主而已啊！胡说，你强夺民妇，天理不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我非除掉你不可。来人，拿下！下流无耻，押下去。陆秉章，滋味如何？呸，我经常被人吐口水，我也知道吐我口水的人都很恨我，不过我不会和他们计较，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即将要死的人。陆秉章，你还真是条铁铮铮的汉子啊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。慢着。怎么怕了？你要怎么对我，我不会吭一声。即使你要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向你求饶。但是我请求你一件事，让我见如意一面。陆秉章，你还真是个多情种子啊。哎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如意他已经死了。弄醒他。是。是他自己想不开跑去撞柱子自尽。
惜呀、啊！这么漂亮的美人，当初她要是乖乖的嫁给我，那这一辈子荣华富贵可享用不尽。可是她却偏偏选择了这条不归路，从此香消玉殒，真是可惜呀、啊，可惜！秦潘呐，是你逼死如意的，一定是你要染指他，如意才不惜求死，一死清白。你错了，逼死他的人是你。要是他当初乖乖的嫁给我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是你把他从我身边抢走，是你害死他的，真的要怪，就要怪你自己。我要你赔如意的命来，我杀你，顶了一条命。你自身难保了，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。本府明天会开堂会审，到时候你就等着领死吧。你这垃圾狗屁东西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啊！哎，祝英台啊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老师，师母，我是来找丁香的。你还敢来找他？你害他还不够吗？老师，不要叫我。马上给我离开这里，以后不准再跟丁香有任何牵扯。祝英台，别怪老师跟你生气，以后别再找丁香，他也不会再见你了。师母，老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跟丁香已经没事了，丁香姑娘已经谅解学生了。嗯，爹娘。哎呦，女儿啊，你出房间了。丁香你好吧？我没事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女儿啊，正好祝英台在这边，她怎么对你，你现在准备怎么对付她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爹帮你出气。我我觉得祝英台条件还不够好，所以呢我放弃了。对对对，丁香放弃我了。放弃？可是你不是为她茶不思饭不想吗？那是昨天以前的事情，现在呢我要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孝顺父母的身上。朱云台，我们走吧。爹娘你们放心，我没事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哎呀，胡闹胡闹啊。以后关于女儿的事，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要问我，我都不管了啊！哎呀，混账，简直混账！哎，啊，今天是第三天了，陆哥怎么还没回来？真是令人担心啊！梁兄，梁山伯，哎，丁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贤弟，你再这样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丁香为了你差点就没命，我不准你再以任何理由接近他。哎呀，梁兄你别紧张，我跟丁香已经没事了。你没事，我有事啊。我不能看着丁香再受你玩弄了。梁山伯，我们真的没事了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快乐吗？丁香，你听我的劝告，祝英台不是你能托付终身的人，你要想清楚啊。你是我的结拜兄弟耶，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我有这么差吗？贤弟，恕我直言，对男人来说你是个好兄弟，但对女儿而言，你不是个好男人。